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从哈佛毕业，穿新裙庆祝，是个十足的美女学霸。对于华为任正非的家族，始终都有一些让人们牵挂的事情。正因为任正非为华为规划的民族情结，更是让国人钦佩不已。然而，接下来要八卦一下的，依旧是任正非家人的事情。这位就是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。对于姚安娜，知道的人估计不多。姚安娜出生于云南昆明，在哈佛大学本科攻读电脑工程和统计数据专业，姚安娜就是其中一位。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照片，6月10日晚上在家中，穿着漂亮的裙子，在鲜花和蛋糕的点缀下庆祝自己从哈佛毕业。姚安娜是任正非长女孟晚舟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和孟晚舟一样，姚安娜也随母亲姓。不过，虽然在国外求学，但是任正非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的重视。任正非的子女都非常有爱国心，无论人生在何处，都是心向着祖国的。